是小美，我是小智，一起出发。每当你许下愿望，三只松鼠为你护航。小酷是勇敢队长，小美是聪明智囊，小尖偷懒最在行。我们出发，我是小酷，我是小美，快做出梦想。我是小智，三只松鼠就在你身边。出发！啊，距离拼图世界纪录还有五分钟。嘿，小酷，小美，加油！哎呀，极限加速！哈哈，拼完喽！最先打破记录的是我。可是拼图可不是全拼上就好了，还要拼得准，拼得好。这可不行！你看这里就拼错了，还有这个，怎么脚长到头顶上去了？那我至少拼完了。你看小美，到现在才只拼了一点点。照他的速度，一年也拼不完。可我拼的才不会出错呢。没做完就是错了，应该快点拼完才对。应该仔细慢慢拼才对。应该快点拼完才对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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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仔细慢慢拼才对。哼。三只松鼠，请立即到指挥室报到。有任务了，快走！我还是觉得越快越好。报告主人，三只松鼠前来报道。辛苦了，松鼠们。这次的任务目的地是黑龙江的黑河市。黑河市的北面就是俄罗斯了，在黑河可是经常能见到俄罗斯的小朋友呢。酷啊！不知道俄罗斯有没有像我们一样的松鼠特遣队？全世界都有松鼠特遣队，来满足小朋友们的愿望。俄罗斯当然也不例外了，而且他们还有好吃的松饼，有好吃的就够了。果果主人，我们快出发吧！这一次许愿的是两个小女孩，中国的雨墨和俄罗斯的安娜，他们希望能搭建一座漂亮的冰屋。任务收到，三只松鼠立刻出发。目标：黑龙江黑河。雨墨和安娜的教室就在附近。今天是周末，所以小朋友们都没在上课。好极了，我们走。不行不行，你这样肯定不行。我们的冰屋是为了招待朋友们的，当然要尽量设计的精美好看啦。安娜，听我的没错。你那样就来不及在天黑之前完成了。我们应该快点先把冰屋做完，其他的等做完了冰屋再考虑。安娜小主人，雨墨小主人，你们是愿望岛的三只松鼠。不错，我是最酷最快的小酷。我是力大又可爱的安娜小天。我是小美，我们收到了你们的愿望邮件。太好了，有了你们的帮助，我就能更快把冰屋先搭好。
不不不，有他们帮忙，我们就有更多的时间进行设计了。你们说该怎么办？当然应该先设计。当然应该先搭好。嘿嘿，怎么都好，开心最重要。这个简单，小美，你帮雨墨，我来帮安娜，咱们各自搭一个冰屋，看谁搭得好。我不会输的。我会为你们加油的。你也要帮忙。嗨。极限加速。好像眼睛这个地方还需要一些调整。再见，我这里冰砖不够了。马上来。小天，我还要一些冰砖。小天，快一点呐！小天，我还要50块。你们看上去也要完成了吗？还差得远呢。怎么样？我就说你们的方法来不及吧。等朋友们来，他们只能坐在我的冰屋里了。先让我休息一下。我差点变成松鼠肉饼了。天哪，要是朋友们进了我的冰屋，那他们……对不起，小美，你说的对，只是追求快真的不行。可是我们做的也不好，按照这个速度，在天黑之前根本没法完成冰屋。乐儿主人或许有建筑冰屋的好办法，我来试着问问他。乐儿主人，咱是松鼠请求之神。嘿，小美，有什么可以帮到你们？乐儿主人，我们需要能够又快又好建造冰屋的方法。小美，你们不就是造冰屋最好的帮手吗？小酷速度快，小健力气大，你办事又仔细，只要你们一起合作，一定能完美的完成任务。一起合作，我明白了，谢谢乐儿主人。一起合作，我明白了。雨墨，你负责冰屋的设计。我用最快的速度搭建冰屋。小美，你和安娜一起负责检查。明白。总算没我什么事儿了。小健。你还是继续搬冰砖哦。还是逃不掉啊。开始行动。
忘了吧？这是你们自己做的？当然不只有我们，还有这三只可爱的小松鼠。是这三只松鼠让我们明白，团结合作才能将事情办得又快又好。别傻站着了，进来玩吧，里面有好多有趣的游戏呢。任务完成，有愿望找三只松鼠。嗨，小朋友们，知道什么是合作吗？合作就是和别人一起做事哦。三只松鼠永远都是一起出发，一起完成任务的。告诉你们一个成功的秘诀，只要大家一起努力，分工合作，那什么难题都难不倒我们哦。你有没有和别人合作过呢？可以告诉三只松鼠，我们在松鼠小镇等着你。有愿望找三只松鼠。在梦中心愿歌唱，心愿如星光闪亮，东方日出鼓声扬，西方山河人飞扬，北方白雪盖城墙，南方今日映海洋，一起将爱洒在每寸土壤。用左右小岛把快乐传递四方，西湖断桥上仰望江南水乡，蜀道黄河在飞翔，村和爷古色古香，三只松鼠为你领航。用作神秘之道，让梦想茁壮成长，风吹草低处出现